请继续关注《西汉》第四集《灭异姓王》。前面咱们讲啊，这个刘邦当上了皇帝没几年啊，因为这个疑心太重啊啊，对他封的那几位不姓刘的诸侯王猜忌很重。刘邦这一猜忌，这几位王爷啊就非常害怕，生怕到。 哪天啊，这个刘皇帝不给自己好果子吃，时间一长呢，大家伙心里发毛，一发毛呢，这几个王爷索性就造反了。啊，反正我不反，你也得逼我反。于是乎，天下就又开始战火不断啊。这个曾经和韩信勾结的那个陈豨，北逃匈奴之后，在这个边境上呢制造危机，不断的给这个。 大汉帝国呀、啊，找麻烦！陈豨这一场一场的这个叛乱，涉及到了境内外各种反汉势力，大大牵动了帝国的神经。这事儿还没完，又关系到了一个大人物，谁呢？梁王彭越。刘邦平定了陈豨叛乱的时候，向诸侯征兵。 这个彭越呢，就派手下一个将领啊领兵去了，他自己没去啊，因为他这个身体不好啊，因为毕竟岁月不饶人嘛，这个年事已高啊，游击战的鼻祖啊，这个时候已经英雄迟暮了。但是刘邦很生气，刘邦觉得彭越这样的藩王、武将出身，至少应该自己来吧，对吧？怎么着？ 当上王爷就开始拽，不想干活了啊！你年事已高，我岁数也不小啊！我是皇帝，我还御驾亲征呢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战事一平定，刘邦就派人去申斥彭越，搞得彭越非常紧张，准备马上动身去面见刘邦谢罪啊！彭越要走，但是呢，被他手下的一位将军拦住了。 这个将军呢，就跟这个彭越讲说：“你要一去啊，肯定会被扣下，是吧？这个韩信他们就是这个下场，不如干脆反他娘的得了，是吧？”这说的真的是大实话、呃，那不但这个这个汉朝是这样，是吧？这个以后的朝代经常这样啊，来首都开个会吧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扣下回不去了、呃。那彭越一听这话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反还是不反？ 在这个心里啊，翻来搅去，滚了几个遍，哎，算了吧，我都老的不像样了啊，早就过了热血青年造反的年龄了、啊，所以呢，他就采取了一种折中态度，没有去见刘邦，说自己有病，嗯、啊，但是呢，也没有造反，把这事儿呢就压下去了。 可是他并没有把劝他造反的这个人呢、啊、干掉，结果这哥们儿嘴巴不严，传的到处都是风言风语。不久之后，彭越的这个太仆，就是给给他管车马的，不知道犯了什么事儿，彭越想杀他，这位太仆就逃到了洛阳，上告刘邦说梁王彭越和手底的将军要谋反。当时刘邦在洛阳办公嘛。 彭越还蒙在鼓里啊！刘邦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派人趁彭越没有防备的时候，就把他捉拿啊，打入囚车，押往洛阳囚禁。同时呢，就逮捕了劝他谋反的那个将军。一番审讯之后，有司官员啊向皇帝递交了一份报告，认为彭越造反一事属实。 其实这个调查报告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，很可能是这些官员摸透了刘邦的心思，要置彭越于死地。但是这个刘邦一看彭越这老眉咔嚓眼，有今儿没明儿的样子，又思想起来他以前的功劳啊，还是决定呢饶他一命啊，贬为庶人，流放到蜀地啊。在他被流放到蜀地的途中， 遇到了一个人，吕后。彭越见到吕后啊，就以为自己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，痛哭流涕，为自己申冤，极力向皇后证明自己绝对没有造反的念头，更谈不上有造反的行动。所以呢，他他向皇后提出了一个申请：您能不能跟皇上为我美言两句，让我回到自己的家乡，落叶归根？ 别死在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。彭越的话刚一说完，吕后就假装同情他，不仅同意带他回洛阳，而且答应替他向刘邦求情。可是彭越没有想到，吕后的心里酝酿着一个大阴谋。那么他回到洛阳之后，又遭遇了哪些事情呢？吕后答应带他一起去洛阳见刘邦。 彭越是感激涕零，以为事情能够出现转机。没想到吕后一见刘邦啊，就批评刘邦：“你怎么能放虎归山呢？是吧？彭越那么能打，你怎么能只把他流放了呢？以后谁能搞定他呀？是吧？你要么就别动他，是吧？彭越就是一头猛虎，要么你就别招他，你要招你就把他招死。” 你千万别让他受伤，然后让他养伤，他跟那儿舔伤口、磨爪子，再向你扑过来。所以现在就应该干掉他，斩草除根。我已经把他给你带回来了。那半道我们俩遇上，我把他给你带回来了。刘邦一听是如梦方醒啊，对呀、啊，彭越可不是个一般人物，这家伙天才领袖，一旦流放到蜀地。 山高皇帝远，谁能控制他呀？我不就是在那旮沓起来的吗？是吧？还是老婆想的周到，觉悟高。那所以就让这个吕后，那这件事儿你干吧。反正韩信就是你弄死的。你你再麻烦您辛苦一趟，再帮我弄死一个。吕后就找来了彭越的一名随从，收买加恐吓，让他告彭越再次想谋反。啊，这个罪名啊，太搞笑了。 彭越此时已贬为庶人，孤家寡人一个。难道他一个人能造反吗？但是这个司法官员们装模作样调查一番，又一次确认了彭越谋反的罪行啊、嗯！所以继韩信之后，彭越也遭到了被屠灭三族的悲惨下场，而且他的尸体被剁为肉酱，分发到各诸侯国。 是吧、啊？刘邦就想用这种残忍手段警示各诸侯王，这就是谋反者的下场。刘邦把彭越的人头啊挂到了洛阳城门上，谁要敢摘人头，谁要敢去拜祭，立即逮捕，尸体剁成肉酱分给所有的诸侯王吃。用意很简单，让你们知道造反的下场。啊，剩下这几个人，你们给我瞧清楚了。 要是不老实，下一锅酱就拿你做。彭越的悲惨遭遇不胫而走，一时之间人人自危，不敢与彭越扯上任何关系，唯恐被刘邦诛杀。但是梁大夫栾布居然敢公然违命，前去为彭越吊丧。那么，这位忠义之士又会有怎样的遭遇呢？那个刘邦诏令才下，不怕死的人就来了。 梁王彭越的大夫栾布出使齐国回来后，一边哭一边以陈礼向彭越的头汇报工作。栾布的这个举动震动了整个洛阳城，狱卒马上把他逮捕，但是又不敢杀人，毕竟是这么大干部是吧？你一个这个小卒不敢杀怎么办呢？就压到了刘邦面前。 刘邦这个时候是震怒异常啊，杀彭越就是为了杀一儆百，吓唬吓唬异姓诸侯。你栾布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，你不识抬举，坏了刘邦的如意算盘，所以刘邦暴跳如雷，叫喊着要把栾布干掉。啊、嗯，所以这个当这个栾布被压到刘邦面前的时候，刘邦是破口大骂。 啊，说你是眼睛瞎了，耳朵聋了。朕明明下诏书，是、啊、吧？要杀替彭越收尸的人。你小子耍酷，摆出一副不怕死的样儿。行，如果你想死，我马上成全你。说来人，把他压下去煮喽。两边的人提起栾布，正要往这开水锅里扔。啊，栾布回过头来说：“能不能容臣再说两句话？”刘邦说：“你还想说什么呀？” 要说抓紧时间，水都烧开了，一会儿该凉了，是吧？栾布就讲了，说当年皇上您受困于彭城，战败于荥阳城皋之间，而项羽不能西进，这就是因为彭越守住了梁地，与汉联合而使楚为难。当时只要彭越一有倾向与项羽联合。 那么汉朝必然失败，啊、呃！如果他跟汉联合，楚国必然失败。而且呢，垓下之战没有彭越，项羽就不会灭亡。如今天下已定，彭越接受符节，被封为王，他也想把王位啊传给子孙后代。如今陛下向梁国征一次兵。 彭越因病不能前来，陛下就疑心彭越要造反。你还没有看到他反叛的迹象，也没有他反叛的罪证，啊，就以这种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的罪名杀掉了彭越。你这么干啊，我担心功臣会人人自危呀。啊，现在既然彭越已经死了，我活着呢。 也是生不如死啊！我话也说完了啊，行了，你煮了我吧。刘邦听栾布这么一说，哑口无言了啊,啊。其实这个刘邦心里很清楚，彭越、韩信到底是什么人，到底反了没有？为什么被抓？为什么被杀？说白了就是功高震主啊，是吧？哪有什么罪过啊？啊？ 所以人家栾布这一番话义正辞严，况且人家哭拜旧主，这是忠臣，有什么错啊？啊，所以得了，啊，这开水澡你甭洗了，啊，这个这个不煮你了，而且呢还封他为都尉、啊。到了这个高祖十一年秋天，淮南王英布啊，又一个异姓王也反了。 英布乃武将出身，为刘邦平定天下立下汗马功劳。如今被汉帝刘邦封为淮南王，已心满意足。他为什么又要起兵造反呢？这个更是让刘邦给逼的、呃、吕后诛杀了淮阴侯韩信，英布内心恐惧。接着，皇上又诛杀了梁王彭越，并且把他剁成肉酱。 然后把这肉酱打好了包，分赐给诸侯，送到了淮南。淮南王正在打猎，看到这个彭越牌肉酱啊，心里特别害怕，那就暗中啊派人部署，集结军队，并并且呢侦查境外的这个情况啊，随时准备反击啊，就准备造反。正在此时，这个。 英布宠幸的一位爱妾呀、啊，病了，请求治疗，是吧？这个他去看病的这个大夫呢，这个家呀，跟淮南王的钟大夫家住在对门淮南王爱妾多次去大夫家治疗，结果这位钟大夫呢，认为自己啊，既然是这个淮南王的大臣啊，看这个大王的爱妾来了，得巴结巴结吧，啊。 就送去了丰厚的礼物，啊，而且呢，就几次陪这个淮南王爱妾在医生家饮酒。等这位爱妾侍奉淮南王的时候，啊，在谈话的时候啊，就跟这个淮南王讲啊，说咱们手下那位钟大夫可是忠厚老实的人啊，你得用他啊，你得用他。没想到这个英布心眼小啊，非常生气。 英布就问：“你怎么知道他这个人老实啊？那、呃、他是大臣，你是这个王妃，你怎么会知道他老实呢？”呃、所以爱妾呢就把这个这个事儿的前因后果呀，就都告诉淮南王了啊、呃。我老去医生家看病，这个钟大夫呢跟这个医生的门对门啊，所以送我很多礼物，然后也上这个呃这个医生家啊，我们一块儿还喝过几回酒啊，没准还搓过几回牌啊，打过几回麻将。 他是一五一十的说了，没成想这个淮南王心眼儿小嘛，疑心爱妾跟这个钟大夫啊，保持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，所以这样一来，英布就想把这位钟大夫干掉啊。这位钟大夫惊惧啊，借口有病就不去上班了，是吧？就不去这个这个这个，就是比如那也叫上朝吧，硬班不去。 淮南王就更加恼怒。你小子要是心里没鬼，不是跟我小老婆有一腿，你至于这么害怕躲着我吗？所以叫抓他啊，逮他,他。他一看，这钟大夫一看啊，横竖是个死啊，你不仁，休怪我不义。坐上一车，前往长安。啊，这英布派人追没追上？钟大夫到了长安，上书朝廷告变，说英布要造反。 啊，说英布要造反啊，可以在叛乱之前诛杀掉他。皇上接到这个淮南国中大夫的报告，就找丞相萧何商量。这个萧何说，英布应该不会造反，恐怕是啊，这个中大夫跟他结仇，诬陷他啊。咱们应该先把这个人关起来，然后派人暗中验证。 淮南王是否要反？啊，但是这个淮南王英布啊，他一介武夫，比较鲁莽，啊，要不是因为他小心眼儿，是吧？胡琢磨也不至于把这钟大夫逼反。人钟大夫本来想拍他马屁的，淮南王一看钟大夫畏罪潜逃，上书告变，就怀疑他已经说出了自己暗中部署的情况。 这个时候，汉王的使臣又来了，有了相当的验证，所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老子反了，杀掉了这中大夫全家，起兵造反。 造反的消息传到长安，皇帝立刻释放了淮南国中大夫，封他做了将军。然后皇上召集将领们，就问说：“英布造反，应该怎么办？”这个时候呢，汝阴侯滕公就讲了：“说我手下有一位门客，原来是楚国的令尹薛公，这个人很有韬略，要不您问问他这个事儿怎么办？”皇上呢，就召见了薛公。 就问他英布造反这事儿你怎么看？薛公就回答啊，说英布造反啊不值得奇怪，假使英布出上策，山东地区就不归汉王所有；出中策，谁胜谁败很难说；出下策，陛下就安枕无忧了。啊，皇上说什么是上策呀？薛公说了，如果英布出上策。 应该向东夺取吴国，向西夺取楚国，占领鲁国，吞并齐国，传一纸檄文，叫燕国、赵国固守本土。这样一来，山东地区就不再归陛下您所有了。啊、哦，皇上听对。那中策呢？薛公说，中策就是东战吴国，西战楚国，吞并韩国、魏国。啊 然后封锁成皋要道，到那个时候谁胜谁败呀，很难预料。皇上频频点头。下策呢？啊、嗯，薛公讲下策就是向东夺取吴国，向西夺取下蔡，然后把辎重财宝迁到越国，自身跑到长沙。他要是这么干，陛下就可以安枕无忧。 咱们大汉朝就没受任何事儿啊，没事儿了。皇上听完之后呢，就问这个薛公：“那您觉得英布将会选择哪一策呢？”薛公回答：“他必然选下策。”皇上说：“那他为什么会放弃上策、中策而选择下策呢？”薛公说：“嗨，英布啊，他那个智商只能选下策，他不考虑挣的少，就怕赔的多。” 那所以他一定是把财宝牵走，自身也跑了，啊，然后这个这样，啊，皇上说：“哎呦，说得好啊！既然是这样，朕无忧矣。”然后亲自率军攻打英布。英布这一造反，果真如薛公预料，向东攻打金国，金王刘贾出逃死掉了。英布呢就劫持了他所有的部队，渡过淮河，攻打楚国。楚国调动军队跟英布作战。 被英布打败，所以英布军继续向西挺进，在这个祁县以西跟皇上的军队啊就遭遇了。皇上一看英布军列阵，一如当年项羽的楚军，皇帝非常这个厌恶，和英布遥相望见，远远的就跟那个英布讲说：“朕待你不薄啊，卿何苦要造反呢、啊？”啊，英布说：“嗨，没什么，我就想当皇帝呗。” 啊，这回答真够坦白的，是吧？其实俩人都明白啊，到这个时候造反已经不需要理由了。就算英布不造反，刘邦也会说他造反啊。这会儿俩人都跟那白费口舌，说了白说，是吧？所以皇上大怒啊，这个手指英布是破口大骂，随即两军大战。毕竟。 这个皇帝的军队多啊，将领威武啊。英布的军队呢不是对手，战败逃走啊，渡过了淮河。然后英布军几次在逃亡途中停下来与这官军交战，都不顺利，最后只好带领一百多人逃到了长江以南。然后皇帝班师凯旋，路过自己的家乡沛县，留下来，在当地啊举行酒宴。 把旧友父老啊、长辈豪族子弟全部招来，共叙旧情，欢笑作乐，畅快时候啊，皇帝自己作歌高唱：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”唱到高兴处，皇帝欣然起舞；唱到慷慨伤怀之时，更是热泪潸然。 然后皇帝就跟这个沛县的父老兄弟们讲：“啊，游子怀故乡，我当年以沛公名义起事诛灭秦朝暴逆，才夺取了天下。现在呢，我要把这个沛县啊，当做我的汤休义啊，就是我的这个养养老的地方。啊，我的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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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封地似的那意思，免除县中百姓赋役，世世代代不予征收。啊，我家乡父老。” 世世代代不用交税，然后皇上在沛县饮酒欢乐十多天，才这个反转计。 汉军大将啊，追击英布残军，每一次都大获全胜。英布没有办法呀，一路奔逃去找长沙王。那、啊、这是异姓王里幸存的最后一位了、啊。那、啊、英布当年起义抗秦，啊，第一个投奔的人呢，就是长沙王吴瑞。啊，而且呢，成了这个吴瑞的女婿。 但问题，这个吴芮啊，早在这个公元前二百零二年就上天堂就享福去了。现在的长沙王接班人是吴芮的亲儿子吴臣，啊，论辈分，这个吴臣呐、啊，得叫英布一声姐夫。但这个时候的吴臣，正在紧张地计算着一笔关系到自己生死的这个生意的成本。 到底该不该救英布？啊，当年我老爹救了他，啊，把姐姐嫁给他，啊，我是应该帮人帮到底，送佛送上西，继续救他呢，还是应该怎么着？救他就害了我自己。他现在大势已去，跟流浪汉没什么区别，被一个这个无耻之徒啊，这个亡命之徒活活拉下水沉底儿，值不值？ 如果要干掉英布，天下无事，保卫家爵，两不耽误，一举两得呀、啊，这不是挺好的买卖吗？所以吴臣杀心顿起。不好意思了，姐夫，为了我这个小舅子的明天，我把你送到阎王爷那儿报道吧。啊、嗯，但是要杀，得讲技术。第一。 不能落得这个要命不要亲的千古骂名。第二，不能让别人把功劳抢去，怎么办？只能一招，借刀杀人。程序是这个样子的：首先，吴臣派人向英布保证，说愿意跟姐夫逃亡到南越去，英布就上了当了。其次，半路埋伏杀手，当这个英布啊。 经过某个农家借宿的时候，趁机击杀，然后吴臣向外宣布英布不幸遇难啊，被当地小民偷杀，跟我无关啊。如果这个英布被小民暗杀啊，你说你要能相信，那你这太傻了，是吧？你你鬼都不信啊，鬼都不信。所以英布被干掉的消息传到了刘邦耳中，刘邦拍案叫绝呀、啊。 好样的，吴臣！长沙王世世代代归你吴家，永不削藩，啊！因为这个长沙王在这七个异姓王里啊，实力最小，封地最偏远，啊，所以呢，对这个中央政权的威胁也最小，啊！又立下这样的大功，啊！刘邦保证你们长沙王世世代代姓吴，啊，别的王爷都姓刘，就长沙王姓吴。 所以吴臣继续回来当长沙王，王位一直传了五代，直到吴家绝后才算是罢休，啊，才算罢休。啊，等于说，在这些个异姓王里边，这个唯一得以善终的，就是长沙王。啊，这个时候，周勃也平定了代郡、雁门、云中，啊，然后呢，把这个这个呃陈豨俘获斩首。 诸侯王被除的差不多了，天下真的姓刘了。但这个时候的刘邦啊，对任何人都怀疑，连萧何、樊哙这些跟他一路走来的沛县老臣都不放心了。那只不过没有对这些动手啊，那只不过没有对这些人动手啊。其实没杀这几位老臣呢、啊，不是因为刘邦发慈悲，而是因为常年征战，加上这次征讨英布，刘邦受了伤。 班师回来没多久，刘邦就去世了。那么高祖皇帝去世之后，西汉宫廷又会上演哪些故事呢？我们下一讲，谢谢大家。